无病台风外围环流的强降雨，造成桃园的重大的损害。我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六龟分局的同仁，在风灾期间坚守岗位，第一个时间赶赴现场，协助警戒、交通管制，配合撤离民众，并且全力协助搜救。对于撤离这件事，我要特别感谢各位。那这个工程其实是蛮浩大的。我刚才听简报，我们总共撤出了2000多位的居民哦。那这个工程，在我们警察同仁的协助之下，可以顺利完成哦。那我在这里跟各位说，谢谢。那我们还有县长有没有拉布兰派出所跟梅山派出所的同仁？我听说我们有6位的警察同仁哦，都。在交通中断的期间都走在灾区里面，非常的辛苦。那警察在第一线维持秩序，那协助民众撤离，而且能够进一步来陪伴民众，让民众感到有安全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今天呢来到这里，就是要跟各位说一声辛苦了。我代表全台湾的人民跟各位说谢谢。谢谢大家的付出，也谢谢大家的辛苦啊！那我们都以你们为荣。那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困难要一起克服。那我们希望在地的我们的警察同仁，在各种天灾或者是重大的气候变化的时候呢，都能够保持警觉，务必让我们的居民能够安全。让我们这个地方交通也能保持一定的通顺，在这个最困难、全台湾最困难的地方，有最英勇的我们的警员同仁啊，最辛苦的警员同仁，我们再一次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这段时间因为这个强降雨的关系啊，造成我们桃园区很大的损害，那也使得我们的工作同仁啊。要负担起更多的任务跟责任啊，尤其是在这一次搜救我们谢代表的过程，那大家都辛苦了啊。那即便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谢代表，不过我们同仁的投入啊，我想家属还有我们中央跟地方政府啊，都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投入啊。那能够让我们感到说，在一个很困难的地方，在每一次灾害发生的时候，我们都有英勇的我们消防同仁啊，来陪伴我们的居民，来确保我们居民的安危啊。今天来主要就是要跟各位说一声，大家辛苦了，也谢谢大家的付出，那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谢，谢谢。